一定要团结一致，好，咱的侯市长高票当选，大家好吗？出席议长竞总成立大会，不忘替侯市长再拉票，但侯友宜人呢？侯友宜，够算，加油吗？够算。咱不需要有别人，工业五四三，所以侯友宜跟蒋议长在这里手牵手，跟新北市的市民站在一起。比朱立伦早一步线上祝福，侯友宜双手握得紧紧，但诸侯难得合体机会，怎又破局？我们这个都尊重整个大会的安排啊，我们每一个阶段啊都有它的重点。行程到位，我们后面还有行程。听到朱立伦关键字就想结束问答，或许是因为行程考量吧。但这回侯友宜选了月当题字，被解读是有更上一层的含义。若从票数来看，2018年他以116万多票大胜苏贞昌29万，少说也得超过这个数字才能保住底气，问鼎2024。我们是自己跟自己在比赛，我们好好努力做事，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希望越做越好。话依旧是说的保守，导致党主席朱立伦先前因提名争议引发议长系统反弹，甚至收到蒋根黄的抗议联署书，这回前来站台可有破冰意味。我跟议长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蒋议长是议长中的议长啊，一定会代表所有的议长们表达一些意见，但是都是为党好。一句好友恩恩怨怨不再说，只是前一天苗栗县长徐耀昌却疑似刻意路过替违纪参选县长的总统锦站台，蓝营的收尾工作似乎还没完工。TVBS 新闻林一杰、崔仲群、叶凤仪小组新北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